腾讯体育9月22日讯，在中超第23轮的对决中，江苏苏宁坐镇南京奥体中心，迎战 A 免冠军广州恒大。开场仅20秒，埃德尔闪击得手。第7分钟，利昂为苏宁扩大领先优势。上半场苏宁2-0领先，下半场塔利斯卡助攻保利尼奥追回一球，随后塔利斯卡连入两球，恒大最终3-2完成逆转。中超恒大客场3-2逆转苏宁保利尼奥，建功塔利斯卡两球。其他几场比赛，上港3-1胜亚泰，奥斯卡零角度破门，蔡慧康吕文君破门，上港仍领先恒大4分钟超上港3-1亚泰稳居榜首，奥斯卡零度角破门，吴磊送助攻。国安2-3客场不敌贵州，耶拉维奇、斯蒂夫和范云龙分别破门。国安已经落后榜首7分钟超贵州3-2胜十人，国安赢四轮首赢球，耶拉维奇、斯蒂夫破门。鲁能客场4-1建业，塔神双响，郝俊敏破门。中超鲁能客场4-1建业，郝俊敏、刘军帅、达尔德利破门。比赛焦点精彩回放，开场仅20秒钟，无锡长距离直塞球找到特谢拉，特谢拉拿球杀入禁区，虽然被阻挡，但随后将球分给高天意，插上的高天意射门被阻挡，皮球落到了埃德尔的脚下，埃德尔点球点附近直接凌空抽射得手，苏宁闪击得手，一剪令埃德尔进球。瞬间第7分钟，特谢拉前场拿球突破，被梅方放倒在的，梅方吃到黄牌的同时还送给苏宁前场任意球机会，高天意将任意球送到禁区，李昂后点小角度便是远角得手，苏宁将比分扩大为2-0。梅方由于这一次犯规还弄伤了自己，随后恒大用邓涵文将梅方换下，梅方这一脚犯规太严重，李昂破门。瞬间第14分钟，塔利斯卡拿球突到中场附近，随后直塞球找阿兰，苏宁后卫防守出现失误，断球却直接留给了塔利斯卡，塔利斯卡在和阿兰连线，阿兰杀入禁区，面对顾超的一脚推射居然偏出远端立住，恒大错失扳回一球的机会，阿兰错失机会。第19分钟，甚至直塞禁区，苏宁球员倒地将球拦截，但皮球依旧落到恒大球员的脚下，再次送上禁区，被苏宁后卫破坏到塔利斯卡的面前，塔利斯卡禁区前沿赢球直接远射，但将球打飞。第24分钟，塔利斯卡用路传中送到后点，阿兰利亚苏宁后卫高高跃起头球攻门，虽然顶出反角度让顾超毫无办法，但这次射门再次偏出远端立住，阿兰再度错失机会。第27分钟，特谢拉拿球杀到前场，虽然被阻挡，但皮球落到谢鹏飞的脚下，谢鹏飞将球分给高天意，高天意的直塞球打穿恒大整条防线，特谢拉高速插上密的绝佳良机，但小角度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射门，再次调整后的轻推被恒大后卫挡出边线。第29分钟，周瑜前场直塞找插上的谢鹏飞，但高天意在皮球运行的路线上将球截下，随后带到禁区前沿一脚远射打在恒大后卫身上出了底线，不过随后苏宁的角球未能形成威胁，高天意射门被挡出。第34分钟，冯潇霆的长传球掉入禁区，帕莱塔的解围球落到保利尼奥的面前，保利尼奥拿球晃开帕莱塔小角度射门，被顾超拒之门外，随后恒大开出的角球又被顾超出击解围，保利尼奥射门被扑出。第38分钟，中一号左路传中，塔利斯强力压苏宁后卫近距离的头球轰门，被顾超用指尖碰出底线，随后恒大开出的角球未能形成威胁，塔利斯卡错失良机。第42分钟，塔利斯卡的直塞球找到阿兰，阿兰在两名苏宁后卫的围追堵截中仍然将球带了出来，但最后的远射放了高射炮，阿兰高射炮上半场50阶段甚至直塞右路，邓涵文插上弧线球传中，整龙前点近距离的头球攻门稍稍偏出，恒大以0-2落后进入下半场，郑龙错失良机。第48分钟，
邓涵文禁区右侧拿球被杨啸天拉倒，亨道获得任意球机会，但塔利斯卡操刀主罚被无锡将球顶出底线。第55分钟，周云和张林鹏禁区内拼抢的时候不慎手球， VAR 提醒当值的韩国主裁后，韩国主裁和边裁沟通后亲自跑到场边查看慢镜回放。面对视频裁判给出的慢镜头，韩国主裁摇了摇头，表示这勾不上地球的判罚。张林鹏和周云拼抢裁判看了视频后没有判点球。第63分钟，苏宁的解围球不愿落到恒大球员脚下，随后交给右路的塔利斯抢，塔利斯抢的传中送到后点，保利尼奥在两名苏宁后卫的夹击下头球攻门顶出一个反角度，恒大扳回一球，1-2。保利尼奥扳回一球。第73分钟，杨啸天在场边接受治疗的时候，郑龙将球分给塔利斯卡，塔利斯卡拿球突然在禁区前沿击脚远射，由于古超的视线被自家后卫阻挡，最后扑救不及，只能目睹皮球钻入死角，恒大连追两球，2-2。塔利斯卡进第一个球。第78分钟，冯潇霆中路将球挑给右路的塔利斯抢，塔利斯卡右路弧线球传中，在门前包抄的恒大球员都没有碰到皮球，但皮球却钻入远角，恒大连追三球，3-2完成反超。塔利斯抢梅开二度，随后的比赛双方均无建树，恒大将3-2的比分守到中场，凭借一场超级逆转，恒大距离榜首的上港仍未四分。江苏苏宁出场阵容门将也不超39黄牌，后卫5周云，2李昂，29帕莱塔，28杨啸天，中场3田一农，68黄牌。第84分钟，20阿布都哈米提 U23, 11谢鹏飞，16高天意 U23, 56黄牌。第60分钟，12张小斌，22无锡60黄牌。前锋9埃德尔是特谢拉，广州恒大出场阵容门将19腾城，后卫5张林鹏，3梅方，6黄牌。第8分钟，23邓海文 U23, 6冯湘琴，35李学鹏，中场9保利尼奥施政的至61黄牌。27郑龙，33中一号 U23, 第46分钟16黄博文，24塔利斯甲。前锋7阿兰扎库尼，